春节刚过，西藏军区某边防团二连的驻地春色迷人，近处森林中的野花刚刚绽放，远处圣洁的雪山平静肃穆，山峦之间云海舒缓的流动。但是此时边防连官兵却没有心情欣赏这如画的美景，一次艰险的巡逻任务马上就要展开。拉一下试一下，这些人看一下，通过一小段一小段的用力拉扯，二班班长杨祥国和战友正在最后一遍检查绳索。官兵们要去的地方叫阿香比拉，据说这条巡逻路上多是悬崖绝壁，随时需要提防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剧。这要什么呢？你就试一下这个绳子够不够结实。哦，确保绳子是能承受那个足够的重力，是吧？对，因为巡逻路上我们是不允许，绝对不允许有半点这种失误存在。久经考验的老班长杨祥国严肃的表情和一丝不苟的动作，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那么，阿香比拉巡逻路究竟险到什么程度？阿香比拉这条巡逻公道路啊，是比我们西藏军区公认的巡逻最艰险的道路之一。之所以说它险，是因为有的悬崖绝壁，来自几十米到百多米，如果一旦出险意外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感觉那个巡逻路上确实比较危险，回来之后晚上有时候还会做噩梦，在半夜清醒过来。险路当前，边防官兵将怎样完成巡逻任务？早晨7:30，带着好奇与忐忑的心情，我们军事纪实栏目的记者也将跟随38名边防官兵前往阿香比拉巡逻。阿香比拉什么意思呀？阿香比拉，啊，查了一下，好像是罗巴语。罗巴语，嗯，意思是魔鬼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吧？这狗像黑子是吧？这个时候是我们叫黑子，这条狗去过阿香比拉，它体力非常好。到阿香比拉往返直线距离27公里，但山路曲折，实际上要走100多公里，需要负重徒步行进3天，这对所有人的体力都是一个考验。今天什么情况？还行。多重啊？可能30公斤吧，真的。30公斤。嗯。你是巡逻是这样吗？嗯，就是算轻的这次。走在队伍最前边的是老兵杨祥国，他在这条巡逻路上已经行走了12个年头。原来都是在半山腰走。半山腰走。哎。你现在修的是8公里的平路是吧？哎，对。一走了这，走了这，就单单8公里，就我们就可以节约2个多小时。啊，节约2个多小时。官兵们刚走完的这段平路有8公里长，巡逻路上可以被称之为路的也只有这8公里。今天人人武器装备。对，这8公里走完了是吧？是。哦，要休息一会儿。休息好，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之后把装备整一下，就开始爬2618山顶。是往哪个方向爬？往上面。上面。哦，从哪条路走啊？就是从这地方。从下面走。哎，往下面走。沿着这个路上山顶上。哦，这等于一路都是上坡吧？哎，一路上坡下坡，上坡下坡。哦，这样的。从眼前这道沟开始，道路开始难走起来。说是巡逻路，其实经常没有路可走，官兵们只能通过这样的悬梯继续前行。对眼前的危险地形，官兵们虽然大多司空见惯，但军犬黑子看起来有些焦虑，不时发出不安的叫声。黑子，走。是
心啊。小心点啊。慢一点啊。他绳子要到前头固定住了，然后后边才走。你这边固定，那边固定。哎，对，这一溜这样下去，下面，那这个冲沟那里那一块特别滑，下去之后就全是悬崖了。一个石头下啊，慢点啊，我拽着，拽着，拽着攀登绳。一体机械水库是半人深，半人深。这一不小心下来就走了。是因为一个陡还是滑是吧？一个陡，二个滑，主要是长青苔。有帅的。十二年里，这条漫漫巡逻路给杨祥国留下了很多刻骨铭心的记忆。八年前，战友古怒的牺牲，尤其让杨祥国难以释怀。这是一张战士们雨季巡逻时拍摄的照片。在绳索的辅助下，他们站在一根光滑的原木上，跨过汹涌急流，一旦脚下打滑，就会出现生命危险。八年前，古怒就是行走在这样的原木上，又突遇泥石流，才壮烈牺牲的。经过了解，我们发现，其实杨祥国与古怒也很相似。古怒入伍不久就成为团里兵龄最短的训练尖子，而杨祥国当兵五个月就成为正式巡逻队员。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走上巡逻路，他是连队有史以来的第一人。作为古怒的新兵班长和重庆老乡，古怒牺牲的那次巡逻却是杨祥国唯一缺席的一次。挺对不起他，我假如说我去，他不会牺牲在那地方，真的就是这样，我就只有这个想法，其他也没怎么想。两位同样优秀的边防战士，如今生死相隔，而隔绝他们的这条生死巡逻路，依然要有人继续走下去。下一个，慢点啊！手拽着。巡逻官兵的小心谨慎，使他们顺利走过好几个险要路段。离苏营地越来越近，大家的心里都稍微舒了口气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巡逻路上让官兵们比较恼火的一个情况又出现了。哦，咬了吗？咬了。什么感觉？咬了？又疼又痒。又疼又痒。哦。特别多。特别多啊！你小心点啊！攀登绳。防不胜防这玩意儿。防不胜防啊！摄影战士李坤泽和几名战士遭到了山狮子的叮咬，还有一名战士的脚掌被异物刺伤，但此地不宜久留，为避免再被山狮子叮咬，大家赶快往宿营地赶，只有到了那里才能对伤口进行处理。到这个地方以后，然后标志着我们快要到宿营地了，最多半个小时就到了。大家的心里都想着尽快赶到宿营地。半个小时的路很快就到了，而对我们记者来说，这里怎么看都没有一个宿营地的样子。天黑之前扎营和生火做饭是他们最重要的任务。副连长，你砍的这树枝是做什么？主要是用来那个搭宿营帐篷的。搭宿营帐篷。嗯，他找的时候必须要找这种有咔咔的，然后他那个把那个横枝架子好放在这个地方。哎，这把刀很好使啊。对对。啊。我们所说的落把刀。落把刀。哎。哦，看得很锋利，砍这柴火啊。
是洛达族人自己打造的吗？哎，对。宿营地的空间有限，容纳不了那么多单兵帐篷，巡逻队员只能用背来的40公斤塑料布和就地砍下的树枝搭建简陋的集体帐篷。宿营地其实什么都没有，但受到山狮子叮咬的官兵现在终于可以在这里踏实地处理窗口了。我们了解后才知道，山狮子其实是蜱虫的一种，被山狮子叮咬不但瘙痒难耐，还有可能感染包括森林脑炎、出血热在内的100多种疾病，甚至能够致人死亡。山狮子吸血的口气长着倒刺，很容易折断在皮肤里，遇到这种情况，官兵们只能采取刀割、烟烫、涂酒精等方法把它尽可能地清除干净。用力法，快速。我看一下头在头出来没有？头出来了吗？头出来了，还是活的。活的。你看它还在爬。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看到没？它还在爬。哦，还在爬。是吧？看到了。其实你看仔细，这东西就是蜱虫。之前有给那个战士们讲过，这个很危险。给他们说了，不能硬拔，就是要用酒精啊、双氧水什么的。站一下它，它窒息了，它可能会松口。那就给它处理掉吗？哎，肯定嘛，这东西，我之前在那个电视上看过一个片子，如果它携带那个动物病菌的话，对人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。好像有一个什么森林脑炎，就是它就是那个传染源。就这饭菜香吗？香。香。疲惫的战士们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一路跟随的黑子居然没有凑上来。原来一向活泼好动、拥有藏獒血统的黑子已经累得瘫倒在地。每次巡逻走到这儿也是这样，就差不多累成这样，就躺在地上不动，他非得要睡上一觉，待会儿他才能吃饭，不然的话他就完全就没有吃饭的状态。一夜之后，迎接巡逻官兵们的路将更加艰险，他们将怎样穿越刀背山一线天？杨翔国的腰伤突然复发，他又能否顺利完成巡逻任务？军事纪实正在播出《阿香比拉生死巡逻记》。轻点，轻点，轻点吧，有点疼，真有点疼。你慢慢轻点揉是吧？我轻一点，慢慢到后面重一点都可以。饭后难得的休息时间，对老班长杨祥国来说却是另一个考验。12年的巡逻生活严重损害了杨祥国的脊柱，脊柱下陷让杨祥国的身高比入伍前硬生生矮了1厘米。我要不是站起好一些，站起和躺起好。现在坐下的比较疼。在如此平静的夜里，营地的火堆也不能熄灭，一旦疏忽，黑暗中潜伏的野兽可能就会悄悄地发起攻击。在山上宿营并不安全，也许是担心夜长梦多，天还没亮，官兵们早已起身吃饭。随后我们了解到，这么早动身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这天从宿营地到巡逻终点的往返距离长，并且道路也比前一天的更加难走。今天的路和昨天的比起来，难在哪里呢？因为今天行军时间长，从早上的7点，走到晚上的7点，这个路比昨天更加艰辛，它主要走的是什么？自然峭壁。第三，今天我们骑的乌鸡比较多。我们应该大伙的乌鸡量比较大。应该说体力到极限。巡逻官兵必须在这条河边补充饮水，因为在接下来的行程里再也没有别的水源，而带上这些水无疑又增加了每名官兵的负重。听战士们说，
刀背山、一线天等险要路段就集中在前方取乐路上。杨向国腰伤未好，但他却一直走在队伍的前面。杨部长，咱们离那个刀背山还有多远？有一路转山岗，就转过去就到了。转过去就到了。快到刀背山的时候，官兵们要通过一段陡崖，每个人都走得小心翼翼，现场的气氛一路变得异常凝重，大家似乎连呼吸都变得轻了起来，更加让人紧张。我看这一块这完全是一个陡崖了，这一路这种地形够不呢？前面大概还有四五十处。四五十处。是的。这里就是刀背山，它是每名二连官兵都耳熟能详的一个险要。陡峭的山势几乎垂直往上延伸，如果不借助绳索并通过和战友们的合作，一个人几乎不可能翻越。杨部长，这里刀背山是不是就是算是最危险的地方了？我们上来这样看到不怎么危险，因为反正这确实坡度比较陡嘛。由于腰伤，杨向国显得有些疲惫，真正往刀背山爬的时候，他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。刀背山之所以叫刀背山，确实不是浪的虚名。一路走来，我们才发现阿香比拉巡逻路上类似刀背山的险要却是数不胜数，摇摇欲坠的悬梯，令人头晕目眩的悬崖竟然比比皆是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这个季节降雨较少，这让战士们巡逻的安全系数大大增加。哎，连长，那个地方叫什么？一线天。一线天。对。为什么给它起这个名字呢？那个地方绝壁，绝壁是90度的一个坡。它的地方中间只有两根木棒棒当成一个悬梯的地方，而且崖壁很窄。一线天的险在于光秃秃的峭壁上勉强架了两根木棍，除了一根绳子没有办法找到任何别的依托，如果在这里腿发抖脚打滑可就糟了。巡逻官兵们走得很小心，但他们的表情却看不出丝毫畏惧，似乎早已习惯了这种巡逻生活。然而这毕竟是一条十分艰险的路，每走一步都要精力高度集中，体能消耗极大。走过来之后，有的战士已经显得十分疲劳。东西背得多吗？背得多。不行，拿点钱，我帮你背嘛。不要，谢谢。老班长杨向国像往常那样向替新兵分担负重，但每名走上阿香比拉巡逻路的战士都不想把任何负担压在战友身上。借助绳索、悬梯，经过手脚并用的攀爬，战士们终于到达了这次巡逻路线的终点观察口。官兵们在观察口执行的任务关系到国家领土完整和边境安全。对巡逻官兵来说，最自豪幸福的时刻莫过于在这里面对国旗庄严宣誓。我坚信坚决不怕失守，坚要不懈的人终身是平凡，坚决宣誓。巡逻官兵必须当天原路返回宿营地过夜，这也意味着刚刚走过的一线天、刀背山，他们又要重走一遍。再次回到宿营地的时候，天色已暗了下来。在熊熊篝火和豪迈歌声里，无论是老兵还是新兵，军旅生涯中又多了一次出生入死的巡逻经历。而对于杨向国来说，由于腰伤和年龄，
他与战友们一起巡逻、一起唱歌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。曾经走过这条路的古怒烈士已经化作永恒。此刻，对于老班长杨贤国，也许这条巡逻路他再也走不了几次。而未来，不管如何，这条边防生死路总要有人继续走。一批新的班长骨干，一批更年轻、更强壮的战士已经成长起来。三天两夜的艰辛跋涉，只要过了这座铁桥，就意味着生死已在身后。历经生死考验的边防战士平安归来，边关卫士的豪迈与忠诚，雪山为证。74名海军陆战队点兵，90天极限魔鬼训练。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、江苏卫视、中广天泽联袂出击，铿锵玫瑰，荣耀绽放。下集超级女兵，央视军事纪实，每周一、周二震撼登陆。